加拿大的圣乔我没打过，我就没办法做评价。但我听说了一下，好像要好过于这个公众场很多，而且我也看了一下这个价钱呢，它也比较便宜，就相对来说哈也比较便宜。我们打一般打哈弗瑞克，我们带车的话也差不多是65块钱到70块钱左右。但我现在拿了那个20% discount的话呢，我的平均价钱也就在70块钱左右，而且也是带车的，因为它有很多私人场是强制你开车的，它不让你走就走着打的，啊。但是好像还是没有球童啊，大河啊，明天没事我赌钱赌不过就给你做个球童，还是摆现场。反正基本上就是大概的球场啊。这个球场呢，我们可以这样，就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我们这个东西在华高网上面是有的，就每个球场进入华高网的网站上面，你们可以再去仔细的去看这个球场的情况，它有比较详细的介绍。